元宵节马上就到了，汤圆不要再买着吃了，今天我们自己亲手做一个特制的汤圆给店里面的小伙伴们吃，走吧，去买材料。瘦一点的1斤，要半斤韭菜，拿来2斤糯米粉，走了走了，回去做汤圆了。你这个刀工见长啊，没办法，绞肉机都打冒烟了，只能手剁了。来点13香，来点胡椒粉。我可是和面小能手，等一下都来吃我的特制汤圆啊！我想吃5毛钱的这个，老奖励的。我想要吃那个硬币那个。认准了吧？我放硬币上来了不？50块，不止50。我今年要发大财，我要认准这个有硬币的，我吃。我也要吃，财源滚滚来，孩子。汤圆下锅，团团圆圆。馅是咸的，但是我们的汤要甜的，代表我们以后的生活甜甜蜜蜜。快点拿碗来吃汤圆了，红包已经准备好了。在我这里，这个真的中奖了，看看，那不是吗？哦，真的在阿姨这里。OK 了，中奖了，小美太幸福了吧！来，来给你红包，张小荣啊，谢谢，丁亮。你要找你找那个靓仔啊，好，祝你一路上风大大，怎么样？好。68，开心吗？开心啦、啊。